跟你说，我学了 B-box， 我刚刚前面找阿诺学了整整五分钟，他说我是他见过最有天赋的 B-boxer。我终于知道你为啥要戴口罩了。我听。然后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水滴音，你想听一下吗？不。什么什么什么？你再来一遍。哦。我来教你啊！你首先你要干嘛？首先你要发嗷呜的声音，对吧？嗷呜，嗷呜，嗷呜，发嗷呜的声音，嗷呜。首先第一步，你说回来的回，回嘴巴夸张一点，我要把里面的气儿往外推，像我这样。回，回，回，回。不，你不用那么死劲，轻一点就行啊。回，回，回，回。啊回啊、哦、不好意思不是哦回啊是回是回是回啊我终于知道你为啥要戴口罩了喂喂喂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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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整一个你嘎嘎嘎笑我你整一个我听听你们要嘲笑吗？没有必要吧，没有必要吧，你有必要嘲笑我？一模一样，来兄弟们刷一波一模一样。然后回字有四种写法，你会吗？怎么写？不是，问题是我这边直播间有很多人都说你以前是学过 B-box 的，让我不要到你这来丢脸，这是什么道理？我是真会啊。你来一个，你除了你那个拿话筒，这我也会。我也会啊。你听，你细听，咱俩那是一个玩意儿吗？节奏感是对的，音准差点。一个字，绝。